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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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一塔，菩萨莲友们，光临了毗青舍，那么准备跟诸位共同研习的题目，就是念佛法门的殊胜。下篇我们就提出几点来加以说明。第一点是末法殊胜，在《楞严经》里边有讲到25种圆通的法门。文殊菩萨，他单独是选到耳根的圆通，这是针对阿难尊者，是多闻强气，不知梵文文字性来说的。也简单，因为我们这一世界，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他的耳根是最利的。耳根最利就是听闻佛法，他很容易受益。所以，我们世界的众生，来求圣道，全巧方便，也是从耳根来记录。但是，假如对此，末法一场深重的众生，那么大势至菩萨念佛的法门是最为契机。也就是念佛的法门，它是最契机的。所以大起经上头曾经这么说：末法一人修行，含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末法时态，一人在修行。异人就表示非常多、非常多的人在修行，很少有一个人得成圣道吧。唯独一味念佛法门，才能够度脱生死。所以他是末法时代最殊胜的情形。所以善导大师他也这么说：唯有进入修行，但念阿弥陀佛，唯独有最直截了当的路途。好好的修行，怎么修呢？就是只念阿弥陀佛，只要我们好好念阿弥陀佛的圣号。所以第一点，它是末法殊胜。其次，第二点就是契机殊胜。念佛法门，它是上中生下三根的众生普遍加倍的，立根顿根。
完全都是收摄体，往上一直到相佛世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诸大地菩萨，还有像我们东土的圆空大师，净土中的出处就是庐山慧远大师，我们就称他叫做圆空大师。还有像隋朝的智者大师，宋朝的有名连寿大师，明朝的莲池大师等等，诸大祖师都是念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往下一直到愚夫愚妇、忤逆十恶的人，乃至不但是人类，就是畜生，像鹦鹉、八哥，假如肯念发心念佛，也都能够大业往生。那么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永远就不再退转。通常就有三种不退，第一种叫做位不退，第二行不退，第三念不退。位不退，不退入于凡夫地；行不退，不退入于恶圣地；念不退，念念流入娑婆罗海。娑婆罗海就是一切佛的总智海，也就是佛的一切总智海。佛的一切总智，一切总智就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非常深广，所以用海来比喻，叫做一切总智海。所以到极乐世界去，众生生者皆是阿鼻耙耆，其中都有一生普错，其数甚多，不是算是所能知取等等，但可以无量无边阿生其说。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都是不退转，而在不退转、不退转的菩萨当中，其中都有一生不处，在这当中大多有一生就后普佛的地位，就是到了等觉菩萨的地位，在一生就成佛了。而他的数目非常多非常多，不是普通的数目可以算出来的，只可以用无量无边阿僧祇来宣说。阿僧祇是大数，翻译叫做无数，这是印度大地数目的名称。所以我们念佛念佛法门，但是最契合众生的根基，是最普遍方便殊胜，但是最为第一。接着第三点就是功德殊胜，念佛法门它功德非常殊胜。有什么殊胜的情形呢？第一，诸佛都护念，我们念佛的人，诸佛都护念我们。阿弥陀佛常常住在我们的头顶，而诸多的神明都昼夜冥冥的加倍我们，守护我们。第二点，恶鬼毒药皆不能够伤害我们。第一，还有三灾八难都能够消除。三灾所谓的
水彩、火彩、红彩，有大三彩、小三彩，这一切都能够消除。第三点，我们过去的业障、罪障都能够冰清，就好像冰那么的清浅，也就是过去的罪障能够消除。比如在经上也告诉我们，开示我们，我们自心称念一声阿弥陀佛的圣号，能够消80亿劫生死的重罪，所以使令我们的宿障、冰清、冤灭都能够得到解脱。第四点，我们念佛的人气力充满，没有诸多的恨病。第五，夜梦吉祥，能够看到佛的色相，没有这些非人，就是鬼神之类来夺掉我们的精气。第六点，念佛的人现世会受到一切人的礼拜恭敬，而你命中的时候，圣众能够接引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是讲到功德殊胜的情形。接着说到护念殊胜，怎么说护念殊胜呢？一方面，我们众生应当要好好的念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生心内本来就本具的佛，有本具的阿弥陀佛，所以众生正在念佛的时候，是念我们众生心中的阿弥陀佛，也就是佛在众生心中的时候，所以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么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能够好好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会见佛的。那什么叫一佛念佛？一佛就是，虽然我们不是正在念佛，但是时时刻刻都不忘记佛，这个叫做一佛。念佛就是念之在主，我们念阿弥陀的圣号，心就安住在圣号上，这个叫做念佛。那一佛就，虽然我们不正在念佛，但是你的心都不忘记佛，就是一佛。就好比你有非常要紧的事在心中存着，那你虽然跟人家讲话或者你做事，总不忘记你最要紧的事，是不是？有经验吗？有啊，有经验的。是啊，那么就讲阿弥陀佛，还有将来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事，当作我们心中最要紧的事。那虽然你跟人家讲话了，或者你在做事，但是你都不忘记，我将来是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你也不忘记阿弥陀佛。这个就是一佛。那念佛就念之在主，我们念阿弥陀佛，心就安住在阿弥陀佛上头，不打其他妄想，不生起杂念，
不起烦恼心。所以就是念佛，念佛就讲究念之在取。我们通常要至诚恳切，由意根念起，舌根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那么三根都说是了。而身根做的时候也做得端正，走路也走得正直，眼根也不东张西望，鼻根维修佛像，所以就是毒舌六根来念佛。那么这样子能够毒舌六根念佛的话，一定很少有妄念的。念佛没有妄念，就是净念。净念要简单，讲究能够相续不断，所以毒舌六根净念相续。就好比我们念啊，念起声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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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好，就念五声做个试验啊。在当中我们就很注意照顾我们当前的这一念佛号的声音，能念佛的心跟我们所念佛号的声音互相的能够相应的，不打失，不打其他妄想，不起杂念，心跟身相依，互相依靠。那么这样子，你照顾好，一生第一生没有其他妄想打进来，第二生也没有，第三也没有，第四也没有，第五也没有，我们念到五声嘛，那你叫做五念的五气和号的相续净念相续了。那回去我们可以试验，那我到底念几声心就都不乱，都能够净念相续啊，自己回去试看看，也可以默念，不一定是出声，默念就是心听，那你出声念就是耳听，口念就耳听，心念就是心听，你心念也可以听到啊，试看看啊，大家注意默念啊，默念起身，然后注意听，看听得清楚吧。好，开始。好，有听清楚吧？所以默念也有默念的声响，默念就由我们心听，所以默念就是等于心念心听了，心念心听，不论是口念耳听或者心念心听，我们都把它照顾好，不要使念妄想杂念掺进来，那你所念的这体生佛号叫做净念相续。净念相续久了就念成片，
我们最初练通常就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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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练练一去哦，妄想跑进来了，就成为一点而已啊，啊，又练一练，妄想又进来了，又成了一点一点的。那你能够，好，这一去也没有妄想进来，第二去也没有，第三、四、五、六啊等等，那么都没有，就是净念想起。净念想起久了，就能够得到念佛三昧，心安住在佛号上，不动摇，不被其他的妄想杂念侵入。就能够得到念佛三昧。那么有这个功夫，我们就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有的现前就见佛，在念佛的声音当中，有的在定中，有的在做梦当中，有的正在念佛的声音当中就见佛。就举一个例，过去葛弃之夫人，她专门就修念佛法门，她一面过去的妇女都从事织布的职业，通常家里都有织布，她在织布的时候，这个线一抛出去就一声佛号，线抛出去就一声佛号。那么他的先生就是葛弃之，他是修道家的功夫，想要成仙的。先生就劝他说，你跟我学道家啊。他太太就劝他，你跟我念佛，彼此劝不通，劝不了，好，那就各修各的。有一天正在他太太正在念佛，在纺织这个纱放出去，一边来念佛，他就看到无我虚空中，阿弥陀形象非常高大，很庄严的佛像显现在虚空中，就赶快叫他先生来看，来瞻仰。先生来只看到半生了啊，半生看到半生也好，他从此就相信了。好，我也跟你修念佛，我不修道家啦，道家的功夫啦。所以最后两个都往生，都非常好。这个就是现前见佛的情形，有的在定中。像慧远大师，他一生总共就有四次见佛，前三次都不告诉人家，都不告诉人家的啊。这个就在念佛的定中啊，见佛的，到最后一次，第四次才告诉人家啊，说我就在见佛就要往生了啊。啊，有的在做梦当中见佛，所以就是现前见佛。当来见佛，就到你命中的时候见佛，见阿弥陀佛，语出圣称来接引我们往生的情形。所以说，依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一方面说到
众生应当念佛。第二方面，佛也常常护念众生啊，阿弥陀佛也常常都护念众生。阿弥陀时时刻刻念到十方世界的众生，十方世界有念佛的众生，佛陀放光明来摄受，都摄取不少。这有什么可以知道呢？在观经里边说到，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一一好充互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少。就这一段，这一段就说到阿弥陀佛他有八万四千相，一相个别有八万四千随行好，一好充互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就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的众生，摄取不舍。所以佛常常念到众生，用光明摄受众生，但是我们众生却有的不肯念佛了。不肯念佛就是所谓悲觉合成，悲觉合成那么就不能感应到巧。那假如我们众生也肯念佛的话，决定感应到巧，因为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念到众生，我们众生肯念阿弥陀佛，那决定感应到巧。所以阿弥陀佛常常护念众生，因为众生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所以佛正在念众生的时候，实在是念佛心中的众生，也就是众生在佛阿弥陀佛心中的时候，也就是蒙阿弥陀佛护念而不自知的时候，不自己了知的时候。所以说十方如来临念众生如母一子，十方的佛尤其阿弥陀佛临念意念众生，就好像慈母意念自己的子女一样的，如母一子。如此众生跟佛能够互相的意念，这个就是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呐，应该果海因地，以因地心就可以干涉果地的觉海，用果地的觉海来贯彻我们因地的心缘。应该果海果彻因缘，那么这样子决定佛陀殊胜的功德。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我们众生的心本来就是佛，由于我们众生心不觉悟，就是迷惑了而心中的佛它就隐藏起来。假如我们想要，我们的心想要做佛的话，我们想要做佛就应当好好的练心，假如不练心的话，佛就难以成就的所以观经不是说吗，是心做佛，是心是佛。佛本来就是心，由于升起了无明，而心变成迷暗了，
所以想要显现显现我们的真心，我们应当必须好好地念佛。假如我们不念佛的话，我们的心性就难以这个显明出来。这个就讲到护念殊胜的情形。接着再说到横超殊胜。假如修普通法门，就是出体法门，修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体法门。四谛是什么？就苦集灭道，知苦、断起、目灭、修道。知苦就是知道三界的苦果，召感三界的这个苦果，我们能够知道了知三界六道都是苦，这是地是不虚的，这个就是苦地。苦地我们要了知，而召感苦地之因是什么？就是极地。极地就包括惑业，惑就是起烦恼，我们众生烦恼很多，有为是所谓的有六根本烦恼、二十随烦恼、六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二见就不正见，这个就是六种根本烦恼。有六种根本烦恼又生起二十种的随烦恼，所以烦恼很多的。烦恼有烦恼，它就造业，就造作有漏的善恶诸业，造作有漏善恶诸业，将来的果报就在三界六道里边出不去，因为它是有漏，有烦恼邪道，造善业，顶多升天，天无想尽，仍然要堕落；造错十二业，上品的又堕地狱，中品恶鬼，下品的畜生。那普通修五切十善，就属于人天的这种果报。假如修五切十善，但是你心带有跟人家比赛胜负，还有功高我慢的心，这个就是阿修罗。所以，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个都是有漏善恶诸业所造感的，这是属于业，所以后业都是属于极的内容。后业这是真实不虚，但是召感三界六道苦果的原因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叫做地，叫做极地啊。所以由极地就召感苦果，三界六道的苦果，这个就是苦地。所以知苦要断极，断到极地，然后目灭修道，目就是现目，灭地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怎么说现目呢？因为涅槃的境界是最安乐的，有一首偈颂这么说：一世无欲乐，佛护诸天乐，诺比爱尽乐，千分不及一。这一首偈他这么说：一就是用，用世间无欲的快乐，财色名食睡，
色声香味触，这个叫五欲，世间众生都是贪图五欲，五欲的享乐。那么五欲之乐，还有诸天的快乐，诸天的快乐比人间的快乐更殊胜了啊！他天衣都很稀薄的啊，都算诸的啊，天衣几出几出的啊，不像我们衣服算金的哦，很厚重的啊，天衣它很轻薄的，而且都是有光明啊，而且长相都庄严啊，做天人长相都很庄严。所以想天福，想天福的快乐，所以以是用世间五欲的快乐，还有天上种种的快乐，若彼爱尽了，假若彼此见思烦恼把它灭尽的快乐，千分不及一二，一千分也够不上一分。所以涅槃是最安乐的，它是不可不乐的境界，最安乐的。这个就是慕灭啊，羡慕即灭涅槃的境界，要羡慕即灭涅槃的境界，就要修道啊，修学圣道。普通就是37道品，简单来讲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37道品是什么？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处、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就是37道品。37道品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这个就讲他这个四谛法，修四谛法，知苦、断起、慕灭、修道，就是声闻圣的人就修四谛法通常。但是四谛也可以通大圣谛，所以在这个有四教的四谛，藏教就是生命四谛，通教无生四谛，别教无量四谛，原教无处四谛，所以也通于大圣法体。所以四谛法不光是小圣法，它也包括大圣法。那么缘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众生缘觉所修的，他成就就叫做辟支佛果，辟支佛的果位。那声闻他修四谛法成就，就成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果就阿罗汉，他就了脱三界分断生死。那缘觉就修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什么？所谓的无明缘前行缘色，四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色，处缘色，受缘爱，爱缘起，举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又必苦恼。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又必苦恼灭。这个就是流转跟还灭，这是解开了我们众生生死轮回，我们从哪里来，而死了之后到哪边去的真相啊，就在十二因缘里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了啊。所以十二因缘非常要紧，我们为什么会投胎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有这个无明根行，无明就是起惑，行就是造业啊。起惑造业
就要受苦了啊，所以这一次就来投胎了，就有事，接着名色，接着六路，四句的词，我们第八世，跟父亲母血配合在一块，就投胎了啊。投胎之后，最初还没有六根，六根还没有形成。只有名跟色，名就是心理的作用，色就是物质，色心两种合合的情形就是名色，名色逐渐就变成六路，六路就是六根，还没有出来，它可以纳受六尘，互相摄入六尘，入六根，六根摄取六尘，所以叫做六路。六路接着就触，接触跟外界接触，接触就有感受，哈，所以从视、名色、六路、触、受这五支，就是所以现在世的苦口，现在世的苦口，有受之后就爱取有，又有现在世的。因有现在世的因，他就召感未来世的生老死忧悲苦恼这些的结果，所以十二因缘就三世两重的因果，无明行是过去世，过去世召感现在世的是名色六路触受五知，现在世的五知口，然后现在世的三知因爱取有，又召感未来世的二知口，生跟老死，生跟老死，所以就三知两重因口，从无明，我们生死来源从哪边来？就我们无明了啊，这念心忽然一动，无所明了，无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就糊涂了啊。最初的心是如如不动的，但是最初一动就变成第八识，再动成为第七识，三动成为前六识，所以就变成情识的作用，而没有恢复到理智，所以就是无明的在作祟，所以就起伏造业受苦。那我们要回过头来要怎么办？要有般若的智明，有没有像心经哦，非常要紧哦，就是般若的智明照破无明，所以无明没有了就没有行，行没有了你就不会投胎，就不会是名色六路触受，这些都没有，没有这些更没有爱取有，没有爱取有也没有未来世的生老死忧悲苦恼都没有啊。所以最根本就是以明来对峙无明，这个就是反昧门，所以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又被苦恼，就是流转门。那么由流转门，我们能够用明来破无明，就变成反昧门，就了脱生死，成就圣道，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十二因缘，接着六度就是菩萨的法门，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布施可以破除我们的牵贪的烦恼，持戒破除造作恶业的烦恼，
能怒可以破除我们嗔恚的烦恼，精进破除懈怠的烦恼，禅定破除散乱的烦恼，般若破除愚痴的烦恼。所以以六度破除六弊，诸弊我们心性开显出来的。所以要修六度，六度开除就是万恨，这是菩萨所修。那么这些都是普通法门，随处超体法门，所以古德他就比喻，比喻什么？一根竹子，最下头节目有一只虫，他想要出来修普通法门的，就好像这一只虫，往上，一节穿透了，又往上，上头又一节又超出，穿透，到最后完全超出，他才出去。那修净土念佛法门，他就比喻这只虫很聪明，怎么聪明？他从旁边就咬一个洞就出去了，所以叫做横超，横超三界的法门。修普通法门要经历多诸多的位置，像小圣，小圣前面要经过所谓的这个五庭心观、总相念、别相念，还有鸾顶冷视第一，接着再入于出口欠到位，然后再入于二口三口都修到位，到最后无学位，就是第四口阿罗汉，这是小圣的阶位。那么菩萨的阶位有实现、实处、实行、实回向、实地等权妙权52个阶位。经过这么多的阶位，才能够证得圣道之果。这个是小圣。那么中圣，他修十二因缘，顺生时他了彻流转生死门，还有幻灭生死门，他都懂得，他能够觉悟缘起的真理，就证得缘起的果位，叫做辟支佛果，是中圣。大圣自然修六度万恨，经历三贤十地，到最后才成佛，所以叫做速超速出的法门。而我们现在念佛的法门，它叫做横超的法门，从旁边就有一个洞就出去了。所以念佛这个法门，古德称它叫做尽中尽又尽的法门。所以观经上头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如等心想佛时，四心其事，32相，八十随行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有这一段念佛法门，它是尽中尽又尽了。
诸佛如来他就是法界身，法界身，法界，法界身，也就是法身、法性身，这可以解释作性。报佛的法性身，报身佛，在上去就是法身佛，报身佛也从法身佛演变出来就是报身佛，再演变成为应化身佛，所以以法身为基本为本，所以诸佛如来他是法界身，就是法性身。诸佛如来的这种法性身入于一切众生的心想当中，我们众生有想念佛的话，佛的法身就到我们的心中来了啊！你不想念佛没有，好，所以我们心想佛的时候，我们的心当下就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佛是怎么做来的？是心做佛的。我们众生怎么来的？是心做众生。所以是心是众生，是心做佛的话，是心是佛。所以看我们要做众生还是要做佛，都是由我们这念心所成就的。是心做佛，就从心起修，从心得而生起修得。是心是佛，是全修合心，正合全部的修德而契合性德。我们众生有本具的功德，本具的功德，但是要靠着修行的功夫，修行获得的功德来庄严它。不然我们还是像天台宗所说的六级佛当中的理级佛而已啊，理性上是佛，事实上不是佛，还差得远呢。六级佛什么？理级佛、名智级佛、相识级佛、观行级佛、分正级佛、究竟级佛，所以究竟即佛才真正修得圆满契合性德的时候了啊，进修不饿了。而我们现在只有性德还没有修得，所以是理即佛，理性上是佛，事实上还不是佛，差得远。我们是凡夫众生，所以是心做佛，是心是佛。我们是心做众生，是心也就是众生啊。那众生的情况怎么样？众生就是起破造业受苦了。而佛的情况怎么样啊？佛他的心是大慈悲心，无愿大慈，同体大悲。佛的果业就表现在经教里头。我的口业就表现在我们所读诵的经教里边啊，你看多么的这个慈悲众生啊，正知正见了。依照佛所说的经论，我们读法修行就能究竟得解脱，究竟成佛。佛的意业佛的圣业是怎么样呢？他就做六度万恨利己众生自利利他的事事业了。那我们众生却不如此，终日就是起烦恼，起烦恼就造作有漏善恶诸业，造作有漏善恶诸业就造感有漏三界的苦报啊。
升天的苦啊，天无想尽就堕落，不是苦吗？天无尽无衰相也现了，也是苦啊。乐极生悲啊，就有坏苦，有苦苦、坏苦、行苦具足了。无色界天，它也有行苦。色界天有两种啊，有坏苦跟行苦。欲界天，欲界的众生三苦都去除，苦苦、坏苦、行苦都去除。所以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诸佛正遍知海，佛的智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他所知道的事理是最真实不虚、最正确、正知正觉啊，所以叫做正遍知海。海就是深广，犹如大海，这种智慧深广犹如大海。诸佛的正遍知海从众生的心想而升起的，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了知，我们要常常依佛念佛啊，依佛念佛的话，我们就照看佛的法生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不会糊里糊涂啊，就起破造业，就受苦，我们就逐渐转变凡情，成为圣智了啊，逐渐成佛了。所以念佛念到最后就成佛，多么的殊胜。所以善导大师他前面我们也说过，唯有进入修行但念阿弥陀佛，只要好好称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非常殊胜。接着讲到资粮殊胜，净土念佛法门是资粮殊胜，净土宗它是以信愿行作为善资粮，念佛的人靠着这善资粮，他就可以往生净土。善资粮就是生信切愿，念佛就是行，信愿行。不信的话就没办法起愿开启誓愿，没有愿的话也就不能起行，没有行的话你就不能圆满守信而来达成你所愿的目标。所以信愿行这三种如顶三处缺一不可。那讲到信，欧益大师他就有讲到六种信，就是信次、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事、信理，我们就一一的说明。先说到信智，信智，智是什么？以心性为智，要生信我们众生的智心啊，自己的真心，我们众生的真心，它不是落团心，肉团心就是指我们心脏的心，叫做肉团心，不是，也不是攀缘六尘影像的心，不然它是怎么样？它是数穷横遍，数穷三气，横遍十方的真心，
他广大的情形比虚空还广大，所以能言亲说空生大水中，如海一恶法，有若为成果，皆依空所生。虚空生在我们大觉悟的真心当中，好像大海的一个小水泡而已啊。虚空比喻做小水泡啊，我们的真心比喻整个大海啊。你看差那么大，有若为成果，皆依空所生。有若为成的国土，都是一直在虚空当中，像我们地球也是国土啊，太阳、月亮，还有夜晚看到的星星，好多的星星，那个都是国土。有的星星比我们地球还大，哦，太多太多。所以《华严经》里边讲到，无量无边的这个刹土啊，无量无边的世界啊，用刹海来形容的，刹海、国刹、国土，就如同这个大海，非常深广。所以如此说来，极乐世界也在我们真心之内啊。那我们现在虽然是起破造业受苦的凡夫众生，但是我们一旦能够深信切愿好念佛，平时又能做梦做众生奉行，我们将来就能往生到自性本具的极乐，一点都不必怀疑，不必考虑的，这个叫做信智啊！这个叫做信智，以心性为智。第二叫做信他，信他什么意思啊？信他就是深信释迦如来决定没有虚妄缘，他在经上开示我们的，就好比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说无量寿经，这个就古德所谓的净土三经，后来又加上《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恒愿品》，还有《大佛顶首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加上去就是净土五经。前面三部经是佛亲口、经口所宣扬的，佛亲自所说的，而后边的两部虽然是普贤菩萨所说、大势至菩萨所说，但是说了之后都经过佛印证的，所以等于佛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深信这些净土的经典，释迦如来所宣说的决定没有虚妄缘。为什么？佛是正弥察、实弥察、如弥察、不妄弥察、不异弥察，佛所说的话是正信流露出来的话，绝对不欺诳众生。也要深信弥陀世尊决定没有虚妄所发的愿，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忏比丘的时候，对着四自在王婆发起四十八愿，来救度摄受十方世界念佛的众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我们的深信不疑。所以弥陀世尊决定没有虚妄所发的愿，还有六方诸佛或者十方诸佛都称扬赞叹这个法门，
像佛说阿弥陀经六后边有六方诸佛都出广腾舌下来称扬赞叹这一部阿弥陀经。那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译译本，不同的译本叫做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后边就是十方诸佛都称扬赞叹这一部经。所以讲到六方诸佛也好，十方诸佛也好，都是称扬赞叹这部经，也就是称扬赞叹这个法门。所以我们要随顺诸佛真实的教诲，要决定心智求生极乐世界，更加没有疑惑，这个叫做信他。所以信智信他，记得信因信果。信因是什么？生信善乱成眠犹然可以作为成佛的种子，何况一心不乱的念佛，哪里不会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呢？决定会的。这个就是信因，以念佛为因。我们有念佛的修因，我们将来就召感往生极乐世界，跟诸上善人具备一处的结果，是吧？所以信果体的生信净土是诸上善人具备一处，都是从念佛三昧而生的，就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好像这个隐蔽随行，我们的声音必定随着我们的声行，想必应声是一样的。决定没有唐圈的，功不唐圈的，这个就是信果。接着信事，在信里先抽信事，信事就是生信，只现在我们信前一念，一念呢，不可穷尽的缘故，现前一念的心性，它是不可穷尽的缘故，它是大而无外，大到没有外头兵器，它含摄一切嘛。前面我们说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欧花嘛，虚空都是包括在我们的心性当中，所以心性是大而无外。那么十方世界它都在我们的心性所含摄的范围之内，那真实有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国土之外，所以阿弥陀经不是这么说吗？佛陀就告诉舍利弗，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陀有世界，名为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就这一段。从事西方，这个事不是指我们地球，因为我们地球会转动啊。你面向西，它一转变成向东，那就不能做标准。所以这个事就是指我们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大的范围，以这个做一个方位的标准。从娑婆世界往西方，经过十万亿佛的国度，也就是十万亿的三千大千世界，那个地侧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是最清净最庄严的，不同于
庄生的寓言故事，庄生就是庄子，他有寓言故事。但寓言故事是怎么样呢？庄子的《兰华经》上头说，有一个人叫做混沌，他生来就没有七窍，有人就可怜他，帮他着了七窍，等着好七窍，混沌却死去了。这个是寓言故事，而极乐世界不同于庄子的这种寓言故事，是真实不虚的，确实有极乐世界最清净最庄严，这个叫做信实的。接着信理，深信在十万亿国度之外，实不透彻我现前借而一念心性之外啊，因为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真实是没有外头边际的缘故啊，它是其大无外的。又深信西方极乐世界一报正报，主教主这个阿弥陀佛伴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精进大海众菩萨等等，都是我现前一念心中所显现的影像。南无全世其理，全望其真，全修其性，全他其智。这是什么意思啊？全是其理，就全部的事项当下就是离体。古德就做这么比喻，何必以金作气，气气皆金，用黄金把它打造成为各种的器械，比如金黄金的桌子，金的佛像，金的树，金的灯，种种都是金做的。内行的人来一看，哦，这是黄金。普通人来一看，哦，这是这个桌子，这是灯，这是佛像，他就走在相上。内行的人就看到本体，知道它是金的。所以呢，我们全部的事项当下就是我们真心的离体，极乐世界种种的事项当下是我们众生真心的离体啊，所在的地处。所以说啦，我们心在哪里啊？我们真心在哪里啊？你们找看看啦，在哪里？真心在哪里？什么都是啊，什么都是啊，法法皆是真如啊，全是其理嘛，是不是？法法皆是，皆是真如，没有不是的。全部的事项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鸟兽，任何一法，都是我们真心的触手，全是即理，全妄即真，全部的妄心当下就是真心。这个怎么说？古德不是这么说吗？无明实性即佛性啊，幻化空生即法身。无明实性，你正在体起贪嗔痴地方啊烦恼，但是贪嗔痴烦恼的本性就是佛性啊，你又在贪嗔痴烦恼之外找真心，
了不可得，找不到。就好比你在波浪之外，海的波浪之外要找海水也是找不到的，一样的道理。那海水为什么起波浪？就因为风底吹动嘛，它就起波浪了。风假如静止了，不是恢复全部的海水嘛，平静的海水嘛。我们众生的心亦复如是啊。我们无明风吹动，心水就波动了啊，有没有？整个心就起波浪啊，波动了啊。若你无明风不吹，又不是恢复平静的心海吗？就恢复平静的心了啊。所以全妄即真，全部的妄心当下就是真心。接着全修其性，正而全部的修特就是性特。就好比我们修学佛法，最初要清净善知识，清净善知识之后就能听闻正法。清净善知识也包括直接亲见有高僧大德，有德恨的人亲近他。那没有人可亲近，你直接亲近经典也是善知识，以经教作为善知识，你去阅读去读诵啊，这样子也是亲近善知识啊。你亲近善知识之后就能听闻正法，听到正法，正法非常要紧哦，它是众生的眼目，是离苦得乐的大慈初行哦。所以佛陀的正法最值得我们来扶持的，正法被人家破坏，外道种种来破坏的时候，我们要挺身出来，作为佛的弟子就要护法，护持正法，弘护正法。出家的师父们叫做内护，在家的居士们就是外护啊，都是要护持正法的。所以听闻正法，亲近善知识就能听闻正法，听闻正法之后你要如理思维啊，要如理的，不要随便想乱想啊，要如理的去思维啊，依照这个法义去思维啊，思维认为哦，这个确实不真实不虚，然后你就如法修行了，如法的去依靠所思维的，然后去修行了，付之实行了。你光是知道了啊，知道也想过了，但是没有去做，也就如同说时数跑，不得真实利益啊。说，这出的菜哦，多么的是怎么做的色香味都俱全，但是从早收到晚，你一口也没有吃下去，肚子还是饿饿的。还有数跑，比如银行的职员为人家数钞票，一天数的钞票好多好多，但是自无半情分了。你光说而不修行，即不如是。所以要如说修行，能够这样子，你就升起。开始升起始觉的智慧啊，你就有始觉，开始觉悟的智慧，然后就开始觉悟的智慧，进一步就有相似觉悟的智慧，再进一步就有分正的这个
分层的这个分破无明分层法身的这个智慧，到最后叫做究竟的觉悟的智慧。到了究竟觉悟的智慧，就彻底将我们的本性就开显出来，性德完全开显，你修得圆满，那就契合本具的性德，所以叫做全修即性啊，全修即性啊。接着全他其智，他就是指什么？阿弥陀佛、十方诸佛，还有诸多的菩萨，还有众生，这个都是他。全部的他，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当下就是自心。自心所显现的影像而已。诸佛菩萨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这念心性所显现的影像而已，所以全他即智。我的心性周边一切处的圆阔，佛的心性也是周边一切处，一切众生的心性也是周边一切处，所以就用比喻来表现出来。譬如一室千灯，一个房室有一千盏灯，这一盏灯的光明啊，照射到其他999盏灯的光明里头，而其他999盏灯的光明也射到这一盏灯的光明里边，是重重交射，光光互变，重重交射的情形。这一盏灯的光明作变到其他盏灯的光明，其他盏灯的光明也作变到这一盏灯的光明，重重交相的射手，圆融无碍，因为光跟光它不会障碍。我们众生的心性也是无形无相，它也不会互相的错爱障碍，所以心佛众生三无支配。我们心性都变一体处，佛的心性也都变一体处啊，这个众生的心性也是周边一体主体，所以这个就是性理，这个叫做性理。所以极乐世界的主伴依报正报，就是我们依念心性所显现的影像。所以我们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往生我们心性本具的极乐世界，而将来成佛也成我们自性本具的阿弥陀佛，而往生到我们自性本具的净土，就是极乐世界。所以自性弥陀，唯心净土。但是是你是圆融的，不要执理会事，也不要执事灭理。所以古德说，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真实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然而生则决定生，往生的话决定是往生，但是去实在是不去，这个不是互相矛盾吗？不矛盾。为什么？前面那一句是就事相来说，后面一句就理性来谈。就事相来说，确确实实我们从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而在理性上，极乐世界也超不出我们这一念心性真心之外嘛，所以哪里有去啊？在理性上说不去，
在思想上说是生了啊，是这个道理。所以要理事圆融，念阿弥陀佛就逐渐开行我们自信的功德，万德万能。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啊，也包括无量的神通智慧啊，都在里头。也就是我们 自己心性本具的万德万能，所以念阿弥陀佛就开行我们本性的万德万能，将来我们也能成佛了啊，就这个道理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信，讲到信，接着讲到愿，愿的内涵，第一要愿力娑婆，娑婆世界是由我们自心染业、染污业所造感的秽土，自心染污，义理上应当要愿力。第一要厌恶，人生是苦啊，生老病死种种苦恼交煎啊。第二要厌恶，人生是空啊，功名富贵无非是大梦一场啊。第三要厌恶，人生是无常啊，人命在呼吸间啊，这个我们都可以感觉出来啊。比如这个我们在朋友当中，怎么这个人忽然死掉了，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看不到了。有的上船上床铺上啦睡觉，隔天就穿不了鞋了啊，鞋子就穿不到了，就死掉了。所以是无常，经常告诉我们命在呼吸前。第四要厌恶，人生无我。地水火风四大分离的时候，我在何处啊？所以我们应当厌离娑婆，厌离的情形好像囚犯想要逃出监牢狱一样的，一点也没有细念的心。第二要心求极乐啊，要非常欢喜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由我们自心境界所召感的净土，自心的清净义理应当要心求。第一要心求心喜极乐世界无有痛苦啊，但受诸乐嘛，所以叫做极乐嘛。第二要欣喜哦，极乐世界不但阿弥陀佛为我们说法，有情无情都为我们说法。第三要欣喜往生到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第四要欣喜极乐世界这些水鸟树林都能够宣言妙法。第五欣喜依时自然，失一得一，失时得时。第六要欣喜我们往生的极乐世界光明无量，寿命也是无量。第七要欣喜一生成佛，这一生就可以成佛。所以我们要愿生西方，好像酒客的人啊，要归故乡一样的。难道能够因循而懈怠吗？所以回去我们就要好好的念佛啊，求生极乐世界。第三，有了生信，有了发起恳切的愿，我们进一步就是要行。要行怎么行？依靠阿弥陀天就开始我们支持名号，说
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之圣称啊，来接引他，然后往生极乐世界。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临命终，佛跟圣称就现前。这个人心不生起颠倒，就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了，或者说啦，哦，念头一心不乱可不容易哦，念头一心不乱很不容易的咯，啊，不容易是不错，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就是在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到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平时都这么念佛吗？啊，然后佛与诸菩萨他现前就帮助我们，使令我们一心不乱。所以你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佛菩萨现前帮助你一心不乱，这时候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所以也符合经义，所以不要害怕。我还念不到一心不乱，念我总是乱，那我就没有希望了啊！好在哦，阿弥陀佛与之圣称会帮助我们，使令一心不乱。所以也合乎经义了啊，所以回去诸位不妨把那一段找出来看一看。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讲到一心不乱这个地方，查一查，把它查一查，自己就可以增长信心。就玄奘大师翻译他佛说阿弥陀经的意义本，意义本不同的译本，不同的译本。随华严经如来的出现品，他就这么说：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不能证他。若你妄想执着，则一切智自然智皆得，还有无碍智皆得现前。这一段，我们众生本来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啦，那为什么有如来的智慧德相而现在成为众生啦？就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如来的智慧德相。假若能够离开妄想执着，那我们要离开妄想执着，怎么离开？我们就好好的念佛，念佛，用佛号来代替妄想执着，打掉妄想执着。这个古德说，就好比以毒止毒的办法，以毒止毒的办法，念佛除欠。就万念归到佛号的念了，由佛号的念到最后又归到我们的本心啊，所以是以毒止毒啊。我们的众生的本心怎么样呢？它是染污清净都沾不得的啊，好比金刚钻很好，说很贵重啊，说啊砂纸啊不能放到我们眼睛里啦，那金刚砂可不错啊，那金刚砂就放到你眼睛里咯，也难受，难受。所以我们的心心里头是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三，它是离开两边的相，你什么
下都做不上的，不能着想的。所以染污的相也着不得，清净相也沾不得。所以六祖大师不是说吗？不是善，不是恶，这是你名上错的本来面目啊！是不是？所以念佛还是以毒止毒啊！你妄想杂念纷飞，就用这一句佛号来对治它。等对治好了，你最后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传教妙义就彻底显现了，西方一正彻底圆彰了啊，是不是？所以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念佛是以佛的正念止息妄想之念啊，到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妄想就离开了，佛的智慧就显现了，这个才叫做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了。那念佛办法就是要不是六根尽力相持，得三摩地是为第一，这个刚才我们也说过。然后配合我们平时做么做众善奉行，在家里头要敦伦敬奋，显学纯诚，待人都是慈悲利己，纯良心敬天理，说话都要利益众生，有利益众生，自利利他，那我们才说，不然我们宁可沉默，好好念佛，不讲话。所以，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打得念头时，虚如法身佛。那因为时间也不少了啊，讲了不少了啊，诸位还要赶回去。所以我们就说到这，就截止了。过千年要回圆通寺，所以我们就说到这，依照上头所说，我们就回去好好的修，各个都有希望，将来往生极乐世界，而且也处处哎都能够。善平往生好，最后我们就回向，回向。